找一家很出名的茶店。我都什么时候有这个皮肤了？我背叛了可口可乐。我们今天的计划是到了上边找一家很出名的茶店来喝茶，但是按现在的人数来讲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有位子了，排个两个小时吧。我这次，哇！来来来，梅老板来，快点！你看看，我的什么时候有这个皮肤了？我的还是一样的呢。我感觉今天我的微信步数又可以破表了。哇，这多少度啊？超过45了吧？怎么刚刚才上了坡，又要下坡呀？这就是人生呀！这个时候就不要给我折理了，好吧？起起落落的。我的人生是起落落落落落。西单，嗨西单。Yes。爸爸。对。爸爸。Okay, we have six people. Now six people, now available. Now available. Yeah. People now available.还是蛮漂亮的哈，好黑哟，你因为你逆光了。现在呢，白到发光。是的。我们现在去哪里呀？去吃饭。吃什么？吃烤肉吧。自助。哦，是吗？我都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在宏大。然后呢，我准备去吃一家在网上搜到的自助烤肉，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全部是烤牛肉，因为我们的朋友不可以吃猪肉，所以我们找了很久找到了这家店。到了，朋友们，上面这家。来，等一下，里面超级爆满，我们现在在门外等位子。哇，真的好爆满啊！239000，然后小孩子是145000。这个价格吃全部牛肉的话，还很划算了吧？多少？大人是多少？23000。才干的。有点空。刚刚老板出来跟我们说还有10分钟，那他们应该是会计时的吧，因为这样子他才会知道前面的食客什么时候吃完。应该是。就看你吃的多还吃的少，这个价格也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吃的多少呢？还是自助吧。完了之后呢，然后就是蘸料是吗？对的。哦。然后把肉放在那里面。好。到时候就烤着吃就行。好。然后这个就是韩国的大酱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像那个这个盐的话，一般都是蘸那个这种香菇。好的。哎，我可以拿，我拿咯。老板说这个肉是自助的，但是他每次都会按照这个 set 一起上，就你不能选哪种肉。所以它一个 set 里面有哪些肉啊？有就这几个肉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感觉俺老板应该喊开会交流一下可以了啊。怎么了？你还想来吃啊？好啊好啊。
太 juicy 了，又加了一盘。我要去吃肉了，你来做吃播吧。我不一直在吃啊。你要形容一下味道。Talking 一下，很 juicy。接着吗？兄弟。哦。我背叛了可口可乐。是吧？不是没有吗？怎么能喝百事呢？哎、哦，这顿吃的太爽了。我明天就回去了。啊、是啊。我后天早上九点钟的会啊。你好漂亮呀！哎，还在录？嗯哼。干嘛？觊觎我的美貌已久吧，这次都录下来了。谢谢观看。